其實我都想起上年出席呢個活動嘅時候，都係同阿 Joyce 一齊嘅。咁有啲唔慣嘅，因為通常咧，我有陣時即係喺呢啲環境好多人嘅時候，唔知點自處咧，我就會黐住佢或者扶下佢啦。你知佢呢啲場合一著啲鞋就非常之高咁樣。咁但係今年我暫時未見到佢蹤影。不過我知道咧，其實佢近排安好嘅，亦都嚟緊會有啲新嘅 project。咁到時等佢自己去話翻俾大家知啦，大家期待一下。阿 Joyce 嘅再次女神登場，即係其實佢精神好健康嘅 ，OK 嘅 ，OK 嘅 ，OK 嘅。但係你有冇收到最快幾時復？我諗等佢自己即係 ready 好先啦，因為我聽佢講都應該好多大計，好多嘢喺個腦度醖釀緊。咁其實佢都以我所知都有繼續去諗佢嚟緊嘅一啲創作、一啲作品點樣去呈現出嚟。所以大家耐心啲等候啦。我作為呢個朋友仔，最多可以講俾大家聽嘅就係佢安好。